北京时间一月十三日，二零二一至二二赛季 NBA 常规赛激战正酣。在今天的一场西部焦点之战中，湖人队客场以一百一十六比一百二十五负于国王队，遭遇到了两连败，战绩变成二十一胜二十一负，胜率再次跌至百分之五十。湖人队今天输球和威少的糟糕表现有直接关系。 全场比赛，威少出场三十七分钟，十四投仅有二中，其中三分球五中零，罚球五中四，得到八分、十二篮板、六助攻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最近三场比赛中，威少的投篮准星全无，分别是十四中四、十二中二以及今天十四中二，合计仅有四十中八，命中率为百分之二十。在上半场比赛中，威少在两节比赛中均只有四中一，第三节比赛更是仅有三中零。 在第三节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，威少在线神操作。当时湖人队凭借里弗斯的两记三分将分差缩小到六分。这时距离本节结束还有三十多秒，威少想打两个回合，结果他选择快速投三分，结果打铁。湖人队无人回防之下被国王队打快攻，而且从时间来看，湖人队还给国王留下一次进攻机会。 在接下来的一波进攻中，威少出现失误，国王队由希尔德命中三分，分差再次被扩大到两位数。湖人队无奈落后十一分，进入末节，为翻盘增加了难度。末节大决战中，威少依旧没有太多贡献。在七分钟的时间里，威少三投零中，一分未得，仅有二篮板一助攻入账。比赛最后时刻，他错失一记可以缩小比分的三分球。威少的表现如此糟糕，这使得他被球迷们冲上了推特热搜。 甚至准确来说，他是被骂上了热搜。很多球迷都表达了对威少的不满，他们纷纷指出为什么要把球给威少，交易威少，快送走他吧，他正在毁掉湖人队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这样的局面对于威少来说十分尴尬，他必须要想办法摆脱困境，为球队胜利做出贡献。